Hello，大家，晚安。晚安呀。Hello。现在还在追，懒得弄，就戴了个帽子，头发超长的，因为最近觉得我要去剪头发，怎么好像才刚剪，但是又很快就长长了。就戴上就刚好了，有吗？天气又开始长还是长？好久不见，有好久不见吗？感觉才刚见。我今天换新的唇彩，有人发现吗？我应该会有人先发现我的指甲。掉了，三天很久，在考试，一定先说好看，谢谢。在考试，主要是昨天考很多科，昨天超忙，昨天从一早考到下午，然后现在就剩英文而已。今天应该会发生写真的文，只是我排版一直排不进去。他会怎么样，我就不说了。今天比较粉嫩，对，今天是比较偏橘的那种，偏橘的那种颜色。但我刚擦完发现蛮好看的，就是。但其实我也就是画了一只打底的颜色，卸妆可能揪揪你哦。我画了一只比较偏橘的打底，然后再加一只深，有点像，有点秋冬的颜色。土色吗的口红，然后就蛮好看的，但擦起来的颜色有点像，有点像 baby 的那种颜色。擦完发现蛮好看的，谢谢抓肯的一颗心。考前布置工作还帮忙搬家，太忙了吧？对啊，看起来很滋润，可能因为刚涂就会亮亮的。喜欢这种唇彩色，谢谢。英文可以吗？英文不行，我英文超烂，我英文真的很烂。baby， 谢谢保罗的啾啾你哦。谢谢。我下午也不是下午，就刚刚，我刚看了我推的孩子。我原本一直以为我推的孩子是，就是，是说我推的这个人的意思，不是。就竟然是我的推的小孩，谢谢数学课本的啾啾你哦，谢谢。女孩子双关真的、哦，谢谢卡尼的小号角，推的彩姐，谢谢抓盘的告白气球，真是生日的一天，大家可以办很长，生日快乐歌如果还在的话。
没看简介就看，对啊，一开始看漫画也是这样误解的哦，应该大家都是这样以为吧，我也以为，对啊，想多了，但是蛮厉害的，我觉得蛮脑洞大开的。有什么感想吗？蛮厉害的，我有差点哭，后面很难过哎。今天第哦，今天会出第二集是不是？因为我看的时候只有一集，嗯，啊，然后我还看了《鬼灭》，我今天好，其实我还没做完作业，可是我就想说看一下，对。我本来想说我只看鬼面，而且我是边吃饭边看，说我边吃饭边看鬼面，然后我之后就可以做作业，但我又头好痛，我想不到东西，所以我决定大家帮我集思广益。我这周的主题是 AI， 帮我想一下，我根本就不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哎。第一集超级长，这样不对，没事啦，追星跟可能会追吧，谢谢光太的啾啾牛。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先看，但可能不是今天，对，这才不是正常人的反应。第一集就第三集，医生接受太快，不可思议的快，真的太快了，很酷。 ChatGPT 不是，他是要我要做成那个啊，而且我还有一个期中大作业，我是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期中大作业，我以为那是他的小作业，结果是大作业，就是雨天的主题的作品，对。然后我还有要做九页的 AI， 但我想说先做六页，然后还要做一个三个什么拼贴的什么立体作品，还要分大小作业，因为那就是期中作业，跟这个平常的 sketchbook 不一样。我是 AI， 你是反正真的哦。那你的 ChatGPT 的页面，可是 ChatGPT 会跑出图片吗？现在你至少花两小时看动画，对。肌肉魔法师跟地狱乐是什么？看完感想是不要乱开门给人家。真的，为什么那么就是这么轻易就开了？还好我家的门有两层。期中考突然看了很多嘛，对，没有，因为但我也只剩考英文，没有，但我对我期中作业还没做完，对，但就是看娱乐蛮好看的，实作还是报告还是笔试，英文是考试，然后这些。我现在要做这个作业的其中就是要给他作品。做完印出来交吗？不是印出来，就是不是那个 AI 作业，是以 AI 这个为主题，然后做出九页的 sketchbook， 所以还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才跟 AI 有关。我真的不知道 AI 明明就是很用手机做的东西，可是要做在这个本子上，我不知道怎么做。我现在目前的想法就是呢，把这个人变成 AI 的感觉，对。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而且要做九页，可以做什么？还有那种很科技感的东西，我要做啊，当然是我要做啊。贴一个机器人给他，对啊，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机器人？乱拿的筷子，然后六只手指，还有奇怪人体炼成，做不成九个人。这是什么？奇怪人体炼成是什么？人工手做 AI， 对，它就是 AI 的主题，但是要做在本子上。类神经网络是什么？可以用我的脸吗？你的脸是 AI 吗？赛博朋克风，看一下。类神经网络是什么？
可以，我可以画一个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做啥，还是我用线好了，我用线来粘，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嘞，这样子一页。机器公敌是机器人，什么是机器公敌？那是机器人。汉堡加油，好的，好的呢。AI 都是会提到的，把人跟其他东西画在一起，还给老师，哦，还给老师，类似树状图的东西。修图事物主题。谢谢，星野爱交给你喽。自己的手变成自己，后面的人的手变成四手霸王。我不知道哎，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具体要做出什么东西，但就是丢了这个主题 AI，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弄出来有点抽象。AI 小美，哦，我知道，到处都是机器人，这要怎么做？而且这个不是那种很大的作业，我的期中那个期中作业那个雨天才是大的作业。我现在的目前的想法是拿这个盒子，然后呢，然后我想要做雨天，就是你看到那个水坑，然后它会有那个倒影，就是那个水坑会反射，就是。对，它会反射。然后目前想说拿这个盒子呢，然后放一个镜子在里面。然后我去书局逛超久，而且因为我不知道要到底要用什么做，我其实根本还没有完全想好要用什么做。但我就想说，我先去书局晃晃，有什么可以用。然后呢，我最后就买了，我就终于看到这个布织布，它长得比较有点像地板，因为我原本不知道要怎么，就是用东西，然后。因为我要挖一个水坑的形状嘛，然后放一个镜子在下面，然后把这个盖上去。我原本不知道上面要怎么盖，但我后来找到这个，这看起来很像地板，对吧？有吧？而且我很想要我的期中作业看起来不要那么敷衍，可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点子。我本来想说要用那些很多小石头，然后粘在纸上，然后比较像地板，可是找不到石头，所以我就最后用这个。但我觉得这个就算剪了洞，也很不像地板。那就算了，就这样。然后我想说用一个树的倒影，所以我想说要用那个纸雕，就是纸雕那个用美工刀割成那个树的影子，然后就粘在那个镜子上面，然后这个盖上去，然后就是那个圈圈，就像水坑，你这样看的话，有可能会反射那个树的影子，水泥地。好啦，算了吧。像布织布的这样石头在上面，可是我没有石头啊。大理石地不太会去，这个不是大理石地。拍富士山倒影，水坑的彩虹，水坑的彩虹。哦，雨天的感觉吗？可是彩虹要在哪里？彩虹。镜子和大手笔。哦，没有啊，我就是他打完分数之后，我就会毁掉我的作品，就是我会把我的镜子拿出来，所以没关系。什么 Ben Ten 可以画画吗？还是整体可以画画？可是我不太会画画。要画画应该要画成很厉害的那种。那有下很多材料没有吧？洗石子在地板挖，听起来厉害，相当完整。可是其实做起来感觉就很无聊，因为大家作品都很厉害，而且因为我上礼拜没去，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做，但。就是那个老师应该还好，就是我只要有交东西给他，他应该就还好吧，没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又觉得做起来会不会很假？就是那个镜子。然后我还买了这个要来用，然后还有。我在想要不要用这个哎，就是可是会不会太雾啊？我想要不要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镜子反直接反射会不会很太那个太不像水坑，但我买了，但好像我不知道会不会太影响那个，就是太模糊，然后就会看不到那个镜子。连模糊都好看，当然不好了，模糊才更好看，朦胧美，挺雾。作业也太多，对，是心跟底线。刚发在路上水坑，真的哦。美术馆推荐韩寒特展，这等没关系。别回答，对啊，我是没差啊。因为我就是喜欢把成本压到最低的人。谢谢 Draken 的小号角，我不想特别去买一个镜子，很麻烦。示范拍美照，哦，我知道，我有看过那个贴纸的，做成在室外网，我还看乌漆蒙蒙的雨天。哦，是说就是我把这个盒子变成直的吗？然后，哦。然后呢，我要用一些什么保丽龙胶吗？然后这样，就是我把这个盖子盖起来。等一下，就是呢，我把这个盖子这样盖起来，然后我把它割成窗户，然后用这个放在那边。然后呢？然后滴一些保丽龙胶在上面，是不是？好像也不是不行啊。对。哦，这也蛮厉害的。保丽龙胶粘一些雨滴，像雨滴贴在窗户的感觉。好像可以，应援灯牌会用到透明的吗？今年现在比较飞，真的、哦，我没有注意到。今天的雨鞋子，对啊，雨很大哎。天哪，那我到底要做哪一个？这个好像也不错哎，那我就白买布织布了，但也没关系，之后应该用得到。那这个要怎么？这好像比较简单吗？这个比较简单吗？还是没有。那层窗户可能有，因为我那个树的话，我还要雕刻。这个就好哎，把它关起来这个盒子，然后呢这边剪这个窗户的洞，这样子剪这个洞，会不会很像一个门呐、啊？就这边剪几个窗户的洞，然后，哦，还是后面，嗯，嗯，嗯，要怎么做？可是我是不是要用热熔胶做水滴啊？窗户比较快，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来做。哦、oh, ，对耶，我可以用我的甲油胶哎，我的光疗。好哎，果然问大家就对了。我今天在苦思老半天，在问大家最快，太棒了。浴室的窗户，它是要雨天的感觉。谢谢潘娘的告白会员。这样成本爆了、哦，为什么成本爆？是用胶胶吗？还好啦，透明胶胶还好。可是我不知道做什么景色，还是我有一个这个杂志，还是我用这个假装是晚上。明信片，
想一下，就我把这个粘在，天哪，很难欸，有点难哦。窗户比较宽，明信片，自动洒水装置。我想说把这个这样子放在盒子里面，然后呢这个盖子就是关起来，然后割成窗户，就是有点像晚上下雨天然后看窗户外面的感觉，会吗？是不是还行？可是会不会太无聊啊？那要做一些其他什么东西？还是我在里面挂一些水滴好了，金色的有，可是会不会看不到？那我放个灯在里面，看起来就很厉害。就这样哦，非常好。我等一下下播就来做。加一点树，那我是不是要很多钓鱼线啊？为了粘那个，那你们觉得雨滴要用什么来做？除了加油胶的话，因为我如果要在这边，就是这边钓挂很多雨滴的话，我应该要用什么来做？什么叮叮当当的东西？嗯。还是用保丽龙，不是保丽龙，还是用那保鲜膜纸，有像雨滴吗？保丽龙胶有的话有，可是要等很久，有点难控制。保丽龙胶，有点像雨滴，但要用蛮久的。真，加一点树。不要的步骤稍微太高高哦，可以耶 ，OK 哦。好啊，那就做一个窗帘，不然太空了。贴成滚筒，哦，这个好难哦。加一些街景，谢谢金佑的吻手礼，挺神的。可是我如果做窗户的话，这个会不会太雾啊？会看不到里面是。等一下，我就会等于像这样子。嗯，好像也没有不行欸。好吧，那就这样。雨滴在那么雾的窗上也不太明显，应该还好。保丽龙胶用上去再把它立着，那保丽龙胶再留下来会滴下来吧？保丽龙胶比较好呈现吗？可是会真的会要等它干要很久欸。喜欢的梦，滴下来，不是，就是它会流出来吧，就是它没有办法那么好的控制住，它会变成一坨，然后滴在我的地板上。请问要演《灵牙之旅》是不是？为什么今天这么恐怖？小孩子
我应该贴满整个里面吗？牵着你走过，是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与春雷。声音有点长，我猫逃掉了。就是要这种低的感觉，不是它真的很难，就是它很难很好的变成一个水滴保利龙胶，就是它要感觉要借在一个，不知道，就是它会一直，就它又不可能一直我滴完就是这个形态，然后它就这样子到干掉，它一定会再一直往下流。窗外出个闪电。哦、可以耶，好啊，那我做一个闪电，好好讲话，做一个黄色的闪电，会不会很不像一个大学生做出来的作品？又大成还没有回家做作业，没错。这个纸塞进去，这好像那个铃芽打开看到的，我不可能吃到这个盒子哎，这很像铃芽打开看到的世界。漂亮，贴个人形在窗户外面嘛。大雨后一条一条的水，我刚刚就是想说要，就是窗户会这种感觉，我会割窗户的洞，可是不知道哎，里面应该长这样吗？要发出来，哦，改天拿给你们看。大学生哪口音？哪股口音？大学生 ，I'm 大学生，你们没有看过吗 ？I'm 大学生，放个板凳再盖起来当做彩蛋，放个板凳，这样可以？对啊，那我窗户可能就是只会割一半吧，就是上面，然后呢？应该差不多吧。有窗户，差不多吧。汉堡口音我知道，又是哪个铭文了 ？I'm a 大学生，你们没看过 ？I'm a 大学生，要装饰。对啊，也要装饰，好麻烦。纯英文的，他才老师才不会接受我的纯英。那我就是贴用纯窗。然后呢，说雨滴是不是？雨滴，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把小花贴上去，新的存在，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大学生那个，搞不好有看过。I'm a 大学生，然后他的英文很烂。突然小幸运没了，是不是？小花贴上去。
是有小幸运，我知道。OK， 很棒。好，那我接下来要做啥呢？这个是什么？什么构造？这些杂志好难理解。OK， 那我要做 AI 的这个主题，我要帮他剪一个眼镜。还是就这样贴的，好像也不是不行。雨天就这么完成了，呵，我等一下会把它完成的。今天呢？就先弄这个 AI 吧，雨天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它怎么样才会像有 AI 的感觉。怎么样才有 AI 的感觉？有没有其他字？他就说 AI 感，这怎么念？线性代数，可是要做九页，我要做九页 AI， 头好痛哦！怎么会这样？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这个，因为我真的想不出来，我真的想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的剪刀怎么不见了？剪刀在床上不见，听起来很危险。剪刀呢 ？AI 修图，有一页写满零跟一，为什么？我可以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满零跟一，因为到时候教授问我，我要告诉他，所以跟我说一下高斯人的作业，写满数学公式。好像其实可以耶，写满数学公式跟写满零跟一，那我写那个乱码，那我要拿我的黑色马克笔，但是马克笔好像在书桌那里。AI 搜索的图片给参考，没有，我查 AI 就会查到一堆 AI 设计的图啊，找看。好，明显的错误，会出现六个手指头，那要怎么做？写满数学公式。AI。二进位零跟一。还有什么是零跟一构成？好厉害哦！我要先截图起来，因为我会忘记。什么意思啊 ？AI 是二进位骇客任务。哈，真的，我其实不知道是零跟一构成诶。为什么我用电脑查的 AI 跟我手机查 AI 不一样？我手机查 AI 跑出都是 AI 制图哎，那我要去拿我的麦克笔。程式语言就只有二进位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二进位？很难听懂哎，程式语言只有二进位，
你们都是，这是尝试吗？我是认真在问，这是尝试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样子？那我要去拿我的麦克笔，我要来写零跟一。回来了，数码宝贝有啦，我知道，应该算，也不知道，应该不会这样，真的、哦，理工科的是常识，一般人不用知道，在前的电视，还说，哦哟，我又忘记拿我的毛线了，我要拿毛线，天哪！现在好像是尝试做出九页 AI 作业，把答案列印上去，不行列印吧？问一下林一，没关系，问林一的时间我就可以上网查。这个很 AI， 哎、欸，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关掉？美机关掉，可以。还要织吗？没有。哦，对。但我之前还没织完，可是这织的已经考完了，我昨天应该没织错。然后呢，我是想用这个来粘那个，念念好看，谢谢。用这个来粘那个 AI 的那个线，但好像其实可以不用粘，画个人脸，画框框起来。哦，这个我也有想哎，就是。人脸辨识，考完还要继续吗？对，要做报告的。有大头针啊，我怎么可能没有大头针？我的裁缝包里面就有大头针哦，有一包大头针。哦，后面还要留在学校做我的作业。大头针，谢谢，好会看。有点想吃东西。当端点，然后用线缠。哦，这个，我们学校可能有人做过这个 sketchbook。但是大头针要怎么插在课本，插在那个本子上 ？Oh my god， 我头真的好痛，而且我把我的本子拿去哪了？我床上现在像战争过后，我再笔垫下。好嘞。啊，我的人脸，这里。泡棉之类的粘上去当泡棉，那几个？Come back home。很多人合照，然后好像写年纪，哦，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不是不行。但我觉得 AI 辨识的也还不错哎，就是我之前有剪过一个这个漂亮女生，我就画一个框框在她的脸上，好像可以。对，就是这样。
请问这样有 AI 的感觉吗？哎呀，我忘记拿胶了啦，胶在书桌那边，反正我到底要去几次，我不拿了。这样子会有 AI 的感觉吗？是不是看起来很敷衍？是，就是很敷衍，没关系，算了。贴教授照片写18，我没有教授照片。写年纪，魔鬼终结者的感觉。我要黏喔，我现在有双面胶，但没有痘痘贴。剪成电脑萤幕头，电脑萤幕头是什么？五条悟或机器战警，看你怎么胡来，看起来像五条老师，像是被打吗？好啦，我要跟他说这是我的那个我的时尚。点歌下不像机器人，眼珠眼睛那边挖空，可他眼睛很小哎、欸，不是我不是他眼睛小，就是他的整个脸在这个画面，我刚粘了一个小胶上去，这样子割掉眼睛的话是不是有点看不到？我要在我没关系，我先开新的衣，然后写满01，就是我对01的爱。那怎么艺术的写出01啊？没水了，在这里。你们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没水的 BSM 多拉几条抛物线，给电脑看的东西不用太艺术，是给老师看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样它才有艺术的感觉，但就是是我努力了，好不好，老师？希望你会看到我的努力。应该不要让它有重叠的。显然它会看起来有一点敷衍，但是应该还是还好吧。他一定会问我这是什么，我就会跟他说就是什么二进位置01，然后我把01的 IG 给他，这个就是01。
再贴一个虫，这也不长怪怪的，很不妙的描绘声。01001101001001，这是什么？零跟一是给电脑看的哦。我没有，我就是在乱涂啊，我在乱涂鸦。需要吗？要吗？好啊，贴零一上去。两个？什么意思？啊？看完 IG 功课就过了。这是我同事，我觉得他很像 A， 还可以不用吃饭，不用喝水，好厉害哦！哦，都要吗？嗯。哦，快点哦！快点！不是，我在想，我要上课哎。嗯。礼拜六。我要才日啊！不是。礼拜日，这样要找到，那就算了。我要你们没有，这样有艺术的感觉吗？等一下我还没要给你们看，我再加一些。我跟你们讲，我刚不能充电，因为我手机进水。他就是长这样，然后他就会问我说这是什么 ？AI 明明就不会搞出这么乱的东西，随便啦，没事。然后呢，再艺术家，艺术家，好，细胞。然后刚刚还要说什么？抄那个代码，来看一下。什么撑到？有点魔幻，还不错，可以，看起来有 bug， 真的超级艺术。对，抽象画的笔触，台湾原生种。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很 AI？ 刚说代码，数学代码，数学代码。英文字也可以变成二进位跟零跟一，啥啊？听起来好难哦。乖乖在上面，电量，电脑下棋，还有什么？我现在在寻找 AI。类神经网络，我知道刚有那个，但我其实不知道我查出来的是不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复杂。应该是这个吗？这个吗？920910什么意思？Oh my god， 怎么那么亮？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样吗？看起来就很好画，那我就画这个哦。会不会很？烂了，
用线你加油，但我刚刚就是拿毛线过来想说用线，可是呢不知道耶，可是如果是用缠的应该是蛮快的、啊、就是缠的，可是这样我的 schedule 又要很凸，就定几个点然后用缠的，用缠的，你们今天就会看第二集的我推的孩子吗？看的我都馋了，这个也会馋，馋你们，馋住你们。有没有被馋住的感觉？应该会见比较空之后都没放假，真的。在帮你们，对。你解释得了，教授就会被你说服。其实教授也没有这么麻烦，但就是，对，还是要还是很配合，谢谢。专注不给去拉，对。然后吃饼干，我刚刚就有点想吃，来就不要，但是还是吃一下好了。因为我刚刚跟他对到眼了，我就有点想吃。为什么撕不开？巧克力，巧克力被可爱缠住，也会变可爱哦。嗯，饼干怪兽。模拟一个饼干怪兽。好了，旁边都是放可以锻炼什么锻炼？看来吃不对，软糖怪兽，我都是啊，我是糖分怪兽，都给你可爱就好，汉堡。我看他爱喝这个感觉，这是最好喝。嗯，太甜，给你负责摄取就好。你们也吃啊，糖分怪兽，我去汉堡，发票怪兽，好亲爱的巧克力糖，饼干不要再吞面喊，你们会被吃掉，保重，保重，保重。我还有一大桶，嗯，保重，饱饱饱，这很甜，其实蛮甜的，但就很好吃。那台湾好像一盒要75嘛，但日本很便宜，应该要买多一点的，有点后悔。但我哭完都哭太快了，会把我的碗烧泥。摄取完再摄取你精炼出来的糖分，一大桶。这是我日本买的那些零食啊，其实他们都有在减少。库存的吗？对，是大袋子里的。嗯，
多零食还想增加吗？目前是不用。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长大到，就是我觉得我不用吃那么多零食。就是我以为我没有一天会觉得零食多，但我长大了。可是我不知道我是本来就不爱吃零食是怎样，我每次都觉得，像我这次去我就觉得，哎，你怎么拿我的进去？哦，我也忘记了。我就觉得零食好多。晚餐吃得下吗？嗯，不知道哎，可能吃一点点吧。一起来，通常刚刚那个多久会吃完？还好没有算过，但蛮快的吧。我会，他有时候会分两次啊，因为我一样甜，很多口味，因为很多口味，但我每次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这个牛奶的最好吃。零食暴风七十七，快到无法计算时间，没有那么夸张，有时候会分两次。嗯，兑换真是钻石之意，谢谢。奶奶带你睡觉的时候偷瞄你，隔天早上就被吃完了。帮 QQ， 我在晚上才不会，我不会跟他对到眼，晚上眼睛会闭起来。两次，一天两次还是两天过两次？但是一天内会把它吃完，可是就可能会分，就是分着等下次吃。Easy love， 我是要吃的吃吗？嗯，没有，我在垫子。那我要用这个画那个尺，当尺来画。Easy love。天啊，这支笔怎么也有点画不出来？这个麦克笔都没学，是不是？可爱的漆黑。用这边。我觉得其实你们比我还适合读我的科系，因为你们都很有创意。好了，我把它框好了，然后上面要写多少，你们要觉得要几岁，没敢读的科，后面想都容易，看可爱的很能激发创意，我有想法但是不会做也没用，真的吗？嘴炮大师，现在 AI 有几个想法？现在 AI 目前有三页，这个01一页，然后这个第一页还没做完，然后这个三页。还要三页，最好的话是还要六页，但是做不出来，先三页就好了。我就装不知道要做九页，我说哎、欸，我以为是六页，下次再做可以吗？装傻第一名。空白的地方画几个，就是哦 ，OK。创意像是发现金香菇这个绰号，是这我发现的吗？我忘记了。为什么 PTSD 哦，可以这样的吗？十岁女孩长大的样子，那你们觉得她要几岁？23会不会太老？她不会跳出来骂我？我哪有这么老的？觉得
觉得可以二十几，二十二十三好了，就二三。谢谢博成的荷鲁斯之梦月，十二月生日会的照片有 AI 的贴文，有 AI 给我贴文图是什么？压力逼创意出来，自己读会变拼创意。我本来就，其实我认真觉得我本来就很没有创意，自勾大吗？感觉很小，汉堡十二岁，什么自勾大吗？二十三，他通常都写在哪？我从以前就是一个很没有创意的人，所以没有办法。这纸真的很厚，它都不会透到后面。就像被困住的野兽。二三会不会真的太老？我已经写上去了。好了，这样，而且有点不小心，有点分太开了。有看得出来吗？是看不出来啊。拉一条线到后面下后面，是吗？正上方。可我记得我之前用的时候，它是在旁边。好了，没差。就这样，那我再画一些框框。或许只有你懂得。我不小心画坏了。好了，好有 AI 的感觉哦。好，那再下一页。这是艾玛华森吗？不是吧？显然不是。我忘记在哪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其他框框也要写数字，其他框框应该，其他框框也要写数字哦。它不是都是只会有框框而已吗？好吧，写一下。那十二。就这样，四一很老哎、欸。好，这样 ，OK， 下一页。后面的要变什么？乐乐科的框框。OK。然后呢？下一页。要做什么？你看，我就会休息一下，然后突然想到，因为想要吃。前几天又不小心看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是《步步惊心》力的那个解说嘛，然后一个小时，然后我又把它看完了，然后害我就想再重看一次《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真的是我想要重看100遍，还有齐皇后跟，等下又要打雷了，步步惊心、齐皇后跟继承者们，还有跟闪啦，1小时，太耗脑力了。没有，但我有开2倍速。嘴炮大师，为什么突然跑出嘴炮大师又不见了？夸张多久以前？我真的会一直想看，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好看哦。做下一页 AI 还有什么？就线眉还有什么东西？刚是说写那个齐皇后对。七皇后 VR 眼镜，不过让我回味觉得好看的东西了。重击在发动，哦，时间不够。可我真的，就算有新剧，我还是会一直想看以前的。不知道，我就是很喜欢一直重看看过的。可能因为重看我就不用那么认真，因为我觉得追一个新剧好像蛮累的，就是。因为我是属于不想漏掉一分一秒的那个画面的人，所以如果重看的话，我就可以有点分心，一边做我自己的事，然后一边看。但是如果是新的剧的话，就没有办法，我就要认真追的感觉。我没有看《甄嬛》，再来要啥？对，再来要啥？好感动哦！我的作业变得很快哦。欸、我真的是不能自己这样苦恼，因为我真的自己想的时候想不出什么东西。三人真的哭泣，却是不断地看着他。我也想看大马尾海海，好吧，那我跟你们讲，你们有生之年都没有办法在 P 组的公园上看我大马尾，因为我要跳 Glory Days。我先跟大家说明了这件事，真的是没有办法。什么东西？还好啦，我一直都觉得还好。确实，双马尾有机会。双马尾其实也可能要很低的，但很低的就有绑跟没绑一样。因为其实双马尾也戴不了帽子，因为这次小晴绑双马尾，可是她戴帽子的时候一直卡住。但我这次的帽子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掉，哎、欸，害我好紧张哦！现在这么无望，我立刻要崩溃。没办法，因为这没有办法，因为要戴帽子。然后我又没有时间可以换发型，因为我还要跳巧克力。大家是开心吗？值得开心的事吗？因为大家都可以在公演的时候换个马尾，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超忙，我这套公演超级忙，就是我要 MC 2，然后我要跳 Glory Days， 还要跳巧克力，然后我还要抢妆，每次我都压力超大，我超怕抢妆没有抢好，让马尾卡住。低的也可以卷，零一成功了，对，零一，那其实是别人的，对啊，是别人的，没错。要手牵手，我才感受得到有女装抢妆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头很痛。因为觉得固定两首，应该是目前来说应该是不会变。那个雨雀抢两套真的很痛苦。抢的。对啊，我真的。OK， 贴个人。认真用5倍速，哪有5倍速啊 ？AI 抢妆，什么意思？成员都会帮忙撕衣服，是会啦。采洁是巧克力还是 Glory Days 吗？应该是采洁是 Glory Days 还是巧克力吧？很棒，谢谢。那选上后台混乱的腿，什么意思？后台的混乱程度很。哦，那是巧克力哦。好，再说。后台真的超混乱，比起 re 赛混乱很多，因为这个要多一套。真的是 Glory Days 吗？你们猜猜看，对，都很复杂，而且有耳饰之类。上去看公演，然后五月有，大家就是一组有2场，可以抢抢看。
可爱的可爱人的责任也只能这样啊，对吧？谢谢，巧克力换超快，对啊，因为就是下台就开始，因为我就是一下台关不了，然后马上开始脱那个手套，然后耳饰这样，然后进去就会有人扒，对，因为现在多哦，对对，重点是人真的很多，很混乱。T 牌有你吗？这个是我就是不知道了，这个我就是不确定了。找人很难找，对，找人很难找。各假日各一场，假日各一场，就是你们就是都到吧，可以的话都到。当然，尽量的话还是来 P 组的啦。对 ，Quiz for you。哒哒哒，快点帮我想，再帮我想三页就好，我要只做六页。什么这次？希望这次要先抢得到票。OK 啦，抢得到吧？你们一组肯定抓到对。画一个 Siri 是长这样， Siri 还是我现在叫出事，是不是有红包啊？是我自己的红包是不是？机器人之类的，抢完 P 两场就没 T 了，免烦恼。抢不过 AI， 就想去看自己的手机，我要怎么看？我现在没办法看手机吧，我会。为什么会出 AI 这个题目啊？我还是很疑惑。Getting away you， 今年开始的趋势是 AI， 还是因为 AI 也会取代这种艺术性质的东西？有可能。他现在都会画图了，对吧？得修，到底有什么是可以不被 AI 取代？你看，我现在偶像也有 AI 了，快失业了。动手做的，老师会被 AI 取代了。AI 帮教授想的题目，医疗行业。不一定啊，搞不好以后用 AI 算出来做的手术更精准、更好。对，教授，请 AI 帮忙找题目。AI， 你的 AI， AI 不能完全取代艺术家，不能预测流行。我觉得某一天可以，需要 AI 老婆。我觉得某一天也会有，大家最后都会被取代。对啊，科技越来越好，就是这样。没事啊，我应该不会 ，AI 应该不会在我有生之年出现吧？就是这么普遍的 AI。我会觉得 AI 很可怕。很可怕啊！就是它辅助在 X 光影像判读，快图这块相关行业人家一阵打断。我刚刚新一本没取代是没错。可爱怎么可能无法取代？一定有很可爱的 AI 啊！普及不会再有生气了。对吧？我那么年轻，可以握手的偶像 AI 取代不了。嗯，搞不好也做得出来。AI 不能媚系 ，AI 怎么可能不能媚系？你想要怎样 AI 就可以长怎样。只要你想得到的 AI 都做得出来。对啊，需要人味的工作不会被取代。还有什么？我还要活很久吗？很可爱事宜。VTuber 后面是真不是真的？哎、欸、哦，是没错啦，时间内就会发生。那要这么有这么那个吗 ？AI 粉丝呢 ？AI 粉丝不太可能有吧，因为 AI 又不需要，
就是他不需要有偶像崇拜啊，对吧 ？AI 不会当不会是粉丝吧 ？AI 不能取代多的地方，就是这么快，花钱。可是你要如果要 AI 是粉丝，应该也分得到。可他如果可以啊，可是就是粉丝。对啊，你就是要。他如果会主动是粉丝，这个只有我做得到，花钱才能做得到。搞不好 AI 也会花。或者会在犯傻子呀，大概两年前就开始了 AI 偶像粉丝喜欢模式就好了，是没错，但是这件事没有意义啊。当网群刷知名度，现在先想 AI 给文章，对啊，机器人大军现实化， AI 粉丝会走心吗？可以不会吧，AI 不会那么爱你，我们的爱是无法取代。对了，还是人是因为是人，就是因为有爱心吧？爱心吗？有感情。AI 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感情吗？还是以后也做得到？好恐怖哦 ！AI 粉丝走线，我想就危险，变成我推的孩子。要帮 AI 装走心这个功能。学习人类情绪，哎，真的哎，走心人的话，爱的温度，台下都是机器人 ，AI 粉丝打 call 很整齐啊，就 Tiger Fire 三把，对吧？然后就是，哎呦，同个模子，谎言就是爱，情绪可以吧？那好恐怖哦！快点做作业，不要思考 AI， 反正没有这么容易接触到吧，希望。欸，而且我看到海贼王在 Netflix 有上，我感兴趣，要再来看。虽然我现在看到应该700多集吗，我忘记了，但是呢 Netflix 出就是想看，感觉画质比较好，而且比较方便。 I love you 爱的表达，分不出什么是爱什么是人的时候，那是人爱谁爱都重要，对，要思考的是你的作业。AI 在乌梅用手灯打架是怎样？太恐怖了吧 ！AI 没有闪退，可以设定，什么都可以被取代。看不完的海贼王，那想追海贼王，我本来就有在看啊。网飞闪退，集数没那么后面。对啊，现在我看到才在三集。对啊，这本来是我。Oh my god！ 下雨天呢、欸。我刚以为妈咪用一个很亮亮的纸来装，结果是下雨天。OK， 我插在我的床单上面。插在我这边，不是插在那边。好，我本来说要印字，然后我要用纸雕。就是我本来用黑色，我买黑色的纸，然后用纸雕把它割下来，但超麻烦的吧。我原本也在想，但我想说这样唯一才能看出来比较细心一点。对，然后再粘在镜子上这样，但现在也是用不到了。谢谢大家，想到一个更好的点子。下雨，床单，对，无法被取代之后，我们对韩寒的爱，对，网飞上其实没那么后面，对，没事。就是追一下直播打开钻石，为什么他现在长一个萝卜样？还有什么 AI 啊，到底怎么可能会做到九页的 AI？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Seven AI兔兔喊仓鼠人，萝卜羊肉，萝卜没了，还在走萝卜。声音上你那个声，谢谢林杰让我看见。之前我没化妆，不知道萝卜是我自己想的形容词，因为我都会说我自己在大学是萝卜一样，我也不知道，就是萝卜的感觉，就是很素，然后很丑。
掌声鼓励送起来，这个 CPU 上去，没有 CPU， 现在抓紧掌声鼓励。我作业就到这，没有，我还有三页，不行，要想出来我要做什么东西。刚说什么代码？写那个代码，程式代码。我还要做立体的东西，立体的拼贴。期限到什么时候？礼拜五，礼拜五要交。礼拜五，因为今天是这周是期中考周。或是你们想要点子，你们也可以传给我，这样。因为我真的头很痛。为啥昨天那么痛？老师说，对，童老师，童老师出的。下次礼拜晚上没救，对，没救喽。可以问 Google，Google 都问不出什么东西，我现在就在看 Google。Google 的东西好死。哒哒哒哒。而且要做那个拼贴的东西，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拼贴的东西，然后要做成立体，有点不懂，请告诉我 AI 相关的东西。很难呐、啊，他应该会问一堆，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哎，还是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什么是 AI？ 太困难了。谢谢缘的缘分相遇。画个人的头是点了。下一个你的杂志的身体，然后我在上面画一个荧幕。我刚把人像都挑出来，我可以用这个人。干嘛？对 ，X 什么 ？X。哎，剪刀在这。个奇怪的人，那我把他的头撕掉了，然后画一个电脑上去。幻视跟贾维斯，那是什么？切一半，左边是大叔，右边是正面，好像可以。谢谢光泰的会员干嘛？可是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现在 GPT 还很难好，这是创意耶，他可以吗 ？Chat GPT， 他有办法吗？但我其实没有很会画电脑，这怎么那么大？好恐怖哦！我刚刚这样把它丢在垃圾桶，我有点吓到。先不要丢，可能会用到。画一个电脑。把头的部分放在玻璃罐里面，会吓死哦！原本看不到的东西补完，指纹印上去，哦，可以耶，好耶，但我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印，印台。那印出来都是红色，会不会很恐怖？
但是再没水。如果我今天有把作业做完，我就看我推的孩子。有印泥就可以了，有印章。好，偶像分尸实录，投资好用，所以我流出来了。哎、欸，对，我要读英文，好，没事，那今天不能看，我完全忘记我今天要读英文了，讨厌死了，把单字背一背。英文真的很烂，怎么办？该如何是好？真的是在没水，有像一个那个吗？一个电视吗？字幕。那我要画一个微笑。可以就这样，好，下一页，好，艺术也好惊恐。上周考动画字母切英文，动画字母切英文的，什么什么动画？看美剧的声音，但是它有考的范围啊。我叫小达，对，就是要前一天在。对不起，差点出事，没事，你们提醒我，我的英文差点出事。太快，会不会太快？没关系啦。没事，漫画感，有点配这个声音，就是这样。海底捞的送餐机器人，它有名字哎，但我不知道它叫，忘记叫什么。但海底捞送餐机器人有名字。好，还有两页，大家集思广益。刚说那个线网路，还是毛线可以用什么跟 AI 有关的东西？打雷了，我明天不想去上课。花香，两张照片印下来，一张原图，一张丢去 AI 修图 AI 的话，印下来有点麻烦，不想上班，我麻烦。这个。好像可以，那就这样喽。等，台湾腔跑出来。期中完蛋，这样超快，明天就可以直接放暑假，不行。现在放弃暑假就开始了。然后连接到云端，还是就只能这样，就这样。反正这个老师
可能觉得很好吧，我也不确定。那天到时候我被挡掉。幸福的心娘，突然烧香。放掉都是幸福的信仰啊，不小心粘歪了，没关系，这就是艺术，粘歪就是艺术。像是被 AI 控制的人类，放掉都是聊天室的受阻害的AI 控制的人类，画一个电脑，然后用很多连接到很多人的大脑。哦。OK。画一个电脑。我奶奶露出来一天天黏黏的。才是艺术，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一卷黑色毛线还蛮好用的，用很多。那是不是剩一个了？对，对吗？对。其实刚那个电脑那个好像可以拿出来用。他应该用痘痘贴，但我现在没有痘痘贴。长子目前长这样，好像是头发哦。确定他本人有愿意你这样子讲吗？脑袋打结，他现在连去哪随便，你叫妈咪。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会不会粘住啊这一页 ？Oh my god！ 你看我马上就坏掉了。这样子一直掉哎、欸，老师一定会说这是什么，就说因为 AI 出现而烦恼的人类要失业了。没有问题吧？哪次有问题？好，不要再掉就好了。不可能翻个页就要掉啊！每次打开这些看到的线都不一样，这就是艺术。他被裁员了吗？对，
不小心长长的头毛，有点像芝麻街的角色。OK， 没问题。然后最后一页，应该做完再念榜，还是直接念榜？等一下做。看这个问题，问。现在越来越长。最后一页，是完全可以再念。我看一秒都好，我想好吧，那就做完它。现实的问题。谢谢抓肯，不是抓肯，对不起，谢谢阿基亚的救救你哦。谢谢抓肯的一颗心，直接念放心做。假装说我也不行了，原本有九页，我已经假装做六页了。最后一页马上要好了，怎么假装这样的作品？巧克力娘去当晶片，假装的话可以不用还吗？还是之后要补？当然是之后要补吧。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叫我补，要补就补啊，能装死就装死。先装死，以为只要做六页。看最后一页。好吧，要陪创意了，不用补的话就假装午夜，可是不用补的话就假装不了，因为老师会看。真人照镜子，镜子里却是另一个机器人。要怎么进？线网还没。AI idol 01。电脑下黑白棋要怎么？看到当年的我，至少要说对啊。等同其中。没有，其中作业其实是雨天的那个作业，可是这个作业就是他可能就刚好礼拜五要检查。没事吧？完全没有关系啊。他要看到我，有看到我努力的痕迹。加上线网不就六个了？好吧，但我不知道线网要怎么做，有点困难。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我等一下发文哦，要记得去留言。发生写真的文，但你的温柔是我陪着你。好吧，那我要来念榜喽。工具楷模。而且我这次其实那个公演都没有拍到什么照片，没事吧？好，已经买了，再加上下雪图没有。因为这两天穿，我怎么那么可？为什么要写这句？我没有那种衣服，两组都没拍到。有啦，有那个
T 组的有拍到，但就只有一张自拍，我有拍，很棒哦。好，那我来念吧。今天的第十名是 Kani， 谢谢 Kani， 谢谢。第九名是嘉宏，谢谢嘉宏，谢谢。第八名是博成，谢谢博成，谢谢。第七名是 Akira， 谢谢 Akira， 谢谢。第六名是光泰，谢谢光泰，谢谢。第五名是数学课本，谢谢数学课本，谢谢。第四名是林果，谢谢林果，谢谢。第三名是保罗，谢谢保罗，谢谢。第二名是抓坑，谢谢抓坑，谢谢。第一名是欢迎教室，谢谢欢迎教室，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す。谢谢，礼拜五见。在厕所拍的吗？怎么在厕所拍的？哦，不是在厕所拍的，要自拍。姑那边有几张啦，对，但就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好看的。今日的渔夫帽吗？今天这个不是渔夫帽，哎，这是灯罩。没在厕所拍很难拍吧？对啊，我就在想。而且你知道你们不是你知道，你们知道我要发那个甜点啊，我一直拍板一直拍不进去，我最近的板就是偏蓝呐、啊，但是那个粉红色不知道怎么拍，但是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今天会先发这个文，我之后有可能如果没有找到粉红色照片发以后，我就会把它典藏。生日会是最后的姑，你是不是骗人？没办法，是姑骗人好不好？怎么看都是排版毁灭者，姑就一直跑来跑去啊！不要典藏可爱，你们收藏着就好。好想姑，为什么没有姑会 PTSD？ 叶佩文发了吗？今天发，对，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发。我们走一个跳色，为什么要压线？不要压线，姑奶。姑骗你吗？没有啦，姑没骗我，但是他有回来帮忙。欢迎好可爱，谢谢。怎么记那么清楚？对啊，因为看到很多次。PTSD， 而且姑还说你的 PTSD 是因为我他跟我很好，所以 PTSD 还是因为他走，我就说应该是因为你走了吧。会有桌布吗？不然你们再告诉我你们想要哪一张当桌布，我再发。只见过姑一次就要姑吧，起码你还有见过。Lucky， 因为 Goodbye 才 PTSD， 好，我会跟他说。我每天是每一张，没有之后我等一下发你们再告诉我要哪一张。该换桌布，我就看哪一张比较多人许愿。好，大家拜拜。一月的升仙姑姑也有回我拜拜，是不是已经是赢家了？有吗？不要认真讨论。好，没关系，拜拜。Goodbye。